终日地俗，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今日是咱高级参议班第二期的开播，啊，真欢喜！大家伫百忙中间啊，啊，天阁真冷，有遮济人来，啊，明仔载还会阁增加一挂人。啊、所以咱希望讲，伫这三天内底，大家来共同探讨咱将来，吼、哦，要安怎甲中华民国，请伊结束这个军事、这个占领，早日还咱民族的治理权，这是咱民政府。努力的目标。今日我想要来甲大家讲报告，这两天以来，我做什么代志，啊，然后这个代志，甲咱的这个民政府所努力的目标是有相关的关系。第一点要甲大家报告的是，拜三迄暗吼。咱伫台大海洋会馆办一个小型的演讲会，大上五六十个人来，咧讲台湾的未来。台湾的未来，咱大家拢知影，若毋知过去，毋知现在的状态，毋知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甲毋知现在的状态。咱就真歹对未来做一个预测，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伫迄天四十分钟的报告内底，我就讲起讲，咱这六十几年来，六十六、六十七年来，台湾过着真悲惨的日子，因为历史事实，吼、哦。予咱台湾人足冤枉，袂当像琉球人遐尼啊幸福，讲由美国美军来进行占领。而是啥呢？就是讲最近有一个廖清秀先生，讲伫1943年的时阵，宋美龄已经甲罗斯福、鲁斯菲尔德这个总统啊签一个秘密的协定啊，要将。要将这个台湾啊，由蒋介石来占领安尼，所以伫开罗宣言内底，就讲要归还予中华民国安尼。啊，然后因为这件代志安尼做落去，会引起美国国内愤怒，因为美国人用足济经费、足济军费、足济美国的青年子弟性命，即打倒日本，然后应该照道理应该占领台湾，先由蒋介石来占领，所以这真大历史错误，吼、哦，造成咱的悲惨的过去。当然啦，这历史错误唔是干呐，因为宋美龄的巧妙的外交，这个高超的技术，嘛是咱本土台湾人伫迄个时阵。汉化以后，不管是兵部族，或者是这个迄当阵少数的汉人呐、啊，吼、哦，少数的中国人啊，底下咧，甲咱，吼、哦，或者煽动啊。重要就是讲，咱汉化的真侪兵部族的这个人啊，自己想讲，伊本身就是中国人，一部分的中国人。自己想讲，伊是中国人的人，家己去伫中国咧发展，伊希望讲倒来，我倒倒来台湾建后的时，伊会当恢弘天达。然后另外有八千个
咱的在日本留学的进修的一挂青年，嘛未记得讲本身就是本土台湾人，伫遐认为讲伊是祖国派，战败的中间悲伤是一时啊讲，然后就去接受这个中华民国的宣传，讲伊摇身一变啊，变作一个战线国，真是天地颠倒变，哦，啊，所以啊，有人伫迄个所在，那像咱所部长讲讲，有迄款的留学生伫西非啊，来个纵火，伫迄个中间来抢劫，得到伊私人的经济利益，另外八千人组织一挂祖国派，即组织等来台湾，伫挖苦中华民国。这款的错误的这个观念，无分好是非，分得清楚，结果啊，一直等到1947年，当迄当阵的军事占领者蒋介石的军队啊，这个贪污腐化，啊，使得咱本土台湾人真不满的中间，就发生二八事件中间。国民党公开所讲的讲，死亡嘛只28000人。正如讲，伊藤杰伫台湾历史迄本册内底讲，讲伫八江内底杀死28000人，等于日本统治台湾51冬中间杀死反击者28000人差不多。然后在1962年的人口普查里面发现说有户口无人的有126000人，总共杀死的有154000人以上。这个大屠杀，这个大屠杀造成我们台湾人很大的恐慌、啊、然后从此以后、啊、大家就像说人家说噤若寒蝉，不敢表示意见，因为足济社会精英拢去互杀死了了，欠缺这个社会领导者。所以咱个即当阵，大家要对咱个民政府个即款个法律论述，也是讲咱个所作所为，嘛是足济人持怀疑个态度，嘛咧怀疑，吼、哦，敢讲敢有可能，啊，国民党有可能掠人，所以嘛唔敢来参加，这是咱。台湾人足大的悲哀，啊！因为安尼关系，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为着要伊家己本身会当伫官场飞黄腾达，还是讲伫乡里头下要赚较济钱，所以就去巴结国民党。这个巴结国民党，也是巴结中华民国的官员，唔是即摆才安尼尔。对1945年10月25日以后，就开始安尼啊，哦。长久以来，咱看，咱的所谓本土的商业集团啊，就是讲这个财团啊，大部分拢是巴结中华民国、巴结国民党，才有他今仔日哦。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真辛苦。一般咱若歪去巴结国民党的人，咱就过日子相对的啊辛劳啦。哦，认真打拼所赚的是真有限的。哦，大多数的人拢过真艰苦的日子，迄落咱即摆现出时的现状就是安尼。啊，我迄天内底因为时间有限，我都无讲着啥咧，讲到底未来台湾是安怎？未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有两个真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就是人口，一个因素就是咱的文化。按照道理，咱那是。有一个数学的理论是讲，叫做七十规则啦，哈，就是讲你若是利率理论吼，那是7%的时吼，70冬内底啊，你的这个除以七，吼，除以七的成长率的时吼，你钱呐就是100块，理论呐是7%的时呐，迄个70除以7的时就10倍啦，所以你这个100块乘2的10次方啊，就是你70年以后会当摕到的钱啊。
啊，这款情形之下，咱来甲计算咱的人口，用这个物件对早期咱的人口是差不多600万、610万嘛吼。哦，做600万算，迄当阵差不多自然的社会成长率差不多3%啦。3%甲即当阵，那是有66吨，那70吨，70×3的时候，就是26吨，咱就加一倍，二十吨加一倍。所以那安尼算的是1945年加上26吨，到1972年，咱就应该有1200万人口。当1200万人口，搁再加二十六吨，咱就2400万人口。过去啦，当都过十几当以后，都1997年啊，咱有2400万人口。啊，那1997年，甲即当阵已经无多超过26吨嘛，大上是15吨左右啊，上少嘛爱过增加1200万，就3600万人口。结果咱人口无遐济哦，即摆车本土台湾人来讲啊，上加1800万。啊，我伫1976年也是。用过迄个乌沙瓦的模型，吼、哦，一个经济成长学者，吼、哦，日本人在伫美国足有名，伊足有名一个growth theory 的吼、哦、成长理论的学者，伊的模型来推估1976年的时阵的咱的人口，1975年的人口，差不多1200到1400中间，来推估咱的人口。因人口成长率对3%一直慢慢降，刚刚有一天会变零成长的时阵哦，当零成长应该是到2020吨，到2020吨的时候，零成长的时候，咱的人口大上是伫2500万，哦，按目前的眼光来看，咱1800万离开2500万差700万，用这个数字来算的时候，差700万之多啊，哦。啊、所以啊，这也无严重啦吼。这中间啊，咱原住民1945年的时候有120万啦，因为生活的困苦，吼、哦，唔敢生囝，或者是早死、早夭啊，吼、哦，所以煞变作60多年来煞变作剩51万人口，120万变作51万，吼、哦，减少69万。这款的情形就讲，咱台湾的经济发展，那是真畸形发展，财团、吼、哦、甲企业家拢贪足有食，其他劳工甲农民拢贪无食，生活真困苦的时，咱相信咱1800万的人口会要较减少，所以人咧预测，讲若到2030年啊，台湾的人口总人口。差不多降到1600万呢，1600万。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讲，哦，啊，这是真严重的问题。哎，这真严重，就是讲咱前经过的这个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甲经济结构，拢无正常，拢扭曲，哦，扭曲了，哦，这个正常发展的这个路径，哦，那就是政治的因素所造成的。这是咱台湾。足严重的危机，就是、人口无按照正常的方式咧增加，而且相反就是讲一直咧减少，所以我拢足希望讲，咱少年呢，鼓励少年呢，一定爱生3岁以上，生3岁以上，上好是生5岁、4岁、5岁，卖讲生一个2岁，啊那1个2个，将来台湾人就有影真可怜。变成真少数的民族，哎、啊，这个台湾的经济发展就受了足大影响。这是咱的人口吼，一个国家呐人口真萎缩的时阵哦，你看法国，长期来古早咱30、40年前、40、50年前，咱讲哦，法国是世界这人口成长率是上少的零成长。法国政府用足大力量去推杀，叫大家尽量生较侪。所以即摆法国已经靠伊咧增加，咱拢无增加，这是一个民族的危机啊！吼、哦，这是一点吼、哦，我讲无讲的所在啦！吼、哦，第二点就讲吼、哦，文化，一个民族若无伊家己的文化的心啦，伊依附着别人文化，早晚嘛是亡国啦。
去亡国。哦，咱台湾的危机就是伫遮，因为咱的文化，伫这六十几年内底啊，已经吼、哦、被中华民国统治了的时候，独尊中华文化，伊排斥这个，排斥这个东洋的文化，嘛排斥西洋的文化。1945年以后，根本拒绝所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文化工作人员进入台湾。迄初期的时，因为蒋介石占有台湾的时，伊想要长期来霸占，所以吼、哦、一再无爱护其他国家的文化入来到内底。我会记哩，我读小学甲初中的时，常常嘛看日本出来的武术的迄个电影，之后甲初中毕业了，煞拢无入来啊，拢无入来。吼、哦，爱心日本的这个歌舞团，迄当阵逐年嘛来，吼、哦，保总啊，吼、哦，逐年嘛来，哇、哦，真久拢无来啊。啊，一段时间嘛，蒋介石嘛叫人袂使哩啥。这个看板不可以用英文，不可以用日文，都要用中文。这是真明显什么？真明显就要让我们大家渐渐忘记我们和世界各国的交流的这个的过去的辉煌的历史、哦、特别是跟日本的密切的来往 这段的那个历史、哦啊、所以、哦、独尊中华文化的结果、啊、我们的文化生活变成真正贫乏，真正贫乏，差不多吼，差不多，咱农村的文化会当表现的，拢伫宗教活动内底。啊，这宗教活动呢，恰恰是啥物呢？是统治者所希望的，因为你拜妈祖婆是中国人，你拜文殊公、南宫关公是中国人，你拜地公。伊也嘛是中国人，就是你白土地公，伊嘛是中国人。啊，做一个台湾人，所以拢无台湾神通拜，见拜就去拜遐中国人。难道咱台湾过去历史上敢无达到咱那个崇拜、甲崇敬的人物嘛？无迄个代志啊！吼、哦，所以啊、哦，变作讲，咱伫这个农村社会。所看到这些宗教生活，拢是对咱台湾建立咱本土文化非常大的威胁的这人物啦。所以我过去，吼、哦，伫这个农村生活内底，无了解这，吼、哦，有当时啊，参阮老爸老母讲要去拜拜，做酒，我、哦、嘛真，安尼对台北走转去安尼，我甲参观者讲做酒是啥啥看咧安尼，吼、哦，嘛。感觉讲，那像一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农村社会应该有的这个行动啊。但是我自从来这上课了，我都对第一期甲即摆，逐期拢伫这上课。啊，听来听去，我感觉讲哇，像咱当牧师咧讲这个宗教生活这部分的时，我则感觉讲我有真大的觉醒甲了解，所以我即摆拢无爱去迄个装卡迄个啥物。什么妈祖庙啦、地下公庙啦、土地公庙啦，吼、哦，遐有诶无诶，什么三拜公啦、祖师公啦、庆阿公，啥我拢无爱过去啊，拢全拢无爱过去啊。啊，若有吼、哦，真正互我感觉讲需要诶时吼，那像我装来土地公，我只要去干，甲惊一日参用手拜都无啊。吼、哦，干惊一日，因为阮老母讲，嘿，你若讲做人足好诶。爱死了，困做咱真个土地公，安尼去甲惊一个你安尼，安尼类类似安尼去惊一个你安尼。啊，所以吼、哦，我讲只意思讲吼，农村经济甲农村社会生活是足密切的关系。但是咧，你看咱今仔日农村经济是安怎？就是我要所要讲的讲，咱今仔农村经济。一面膜，真面膜是安怎？这是我张下晡
两点半到超三点四十五分中间，我参咱 AIT 一个经济官员来讨论这个台湾农业，哦，究竟在这四五年来，哦，有啥物偌大变化？我讲你讲对四五年来讲，可能有较，哦，较讲把迄个历史的脉络吼，甲切断啦。我讲你也别讲四五年来的情形安怎对个，马英九上台了安怎先？你讲过去安怎？我讲吼，台湾的农业伫过去伫二十几年来啊，一直咧走下坡，走下坡。哎，用有用啥物来做一个证据啦？我讲吼，咱整个农业部门吼。的生产啊 ，GDP 啊，占全台湾的 GDP 的比率啊，相关的生产35%，三分之一，超1952年中间，此后一直降，降到差不多咱来讲20年前了，超1981年啦，1981年吼，腰村14.5%哦，甲去年偌济你知无？甲2011年呐、啊，村1.6%。整个台湾的农业总生产的价值来除以咱全国的 GDP 1.6%。哦，啊，古早嘞，农业的就业人口占所有的哦，伫一战后的时，所有就业人口只要是85%-90%啊。即摆现出是从事农业的工作人口啊，落降啊，54万尔。54万人咧出产啦，所谓劳工的数目啊，就是讲对20岁开始，叫劳工来讲，一直到60岁中间，差不多1000万人啊。啊，这中间若真正讲要算讲你做农的吼，上加差40万、30万。我有伫只报告讲，我伫产砖块先啊，我伫砖卡去产砖块。拄到欧医生较济岁，我叫欧医生，吼、哦，伊讲你几岁啊？嘛来你做产，我讲我66，旧年啦吼。哟，我咧足少年啊，我这拢七八十啊，66岁伫产业做行过，讲算少年呢。啊，就是讲我伫庄卡所看的，30岁以下无当吹啊，吹无30岁以下，30岁甲40岁中间，才有几岁啊？40岁甲50岁中间。较济贵个，50岁到60岁，阁济一撮，过来拢60岁以上啊，像我这算60岁以上，就足济啊啦，拢白发苍苍，我爸上啦，吼、哦，啊，我姨上啦，拢白发苍苍个啦，吼、哦，这表示啥物？表示因为咱的农业生产，进行农业生产啦，无多贵，真足够个生活，所以大部分因为迄个产不足，会红手。所以就忙做忙做，反正老啊嘛，忙做忙做，啊，然后靠啥？靠伊个囝儿孙伫外口趁食，伫工厂上班，还是做公务员，还是做啥物工课服务业的，趁钱啊，寄钱倒来斗小天，然后就靠啥？靠迄个老农年金，一人6000块，啊，那两翁仔某、老太太、老先生、老太太，两翁仔某就12000块。安尼的规矩啦，吼、哦，这款的情形，所以讲啥，我甲就是我就讲，我讲吼，这是有计划啦，因为那有人有计划，因为啥，足济国民党学者讲，台湾的农业生产居然占台湾总生产额，迄个比率已经降到3、降到4，迄是无嘛无要紧啊啦，无嘛无要紧，爱牺牲农业，吼、哦。把台湾变成是啥？不是农业的国家，然后农业的产品拢靠中国入来就好。我甲就是讲，我讲这是台湾的危机啦。因为有一天，咱真正啦，就爱靠中国提供咱的米粮；有一天，咱也需要靠中国提供给咱的水果。咱家己拢卖生产，咱巴肚就去下掉嘞。哦，这是真严重的呀，农业。就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农业
就是咱整个环境保护甲自然景观诶上重要根本。所以伫欧洲诶社会，农业毋是干咧看伫生产尔尔，农业是看伫讲咱环境保护、自然景观诶保护，甲咱诶生态，吼、哦，甲生活有关诶物件，绝对袂使甲放弃。所以吼、哦，咱诶 EU 啊，就是欧盟国家，拢有定即个对农业保护诶即个条款。所以德国就明显对农业用地绝对无扣税，因为农业用地是咧提供咱诶环保，吼、哦。啊，清气的水，清气的这农产品，清气的空气，吼、哦，以及咱所看到赏心悦目，或咱看会感心情足舒服、足爽快的物，就是迄个景观啦，吼、哦，甲咱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拢有关系啊。啊，有这款的新的观念、新的作风，咱农业才会当得到整个政府甲民间的支持啊，吼、哦。然后就谈到讲，假使那安尼时阵，迄、那个美国牛肉这个问题，恁到底安怎看法？我就阮民政府的态度来讲，吼、哦，阮是赞成甲美国签 TIFA 就是讲贸易与投资，吼、哦，迄、那个架构协议。英文叫做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叫做 TIFA。美国方面暗示咱中华民国，暗示讲我美国有要甲你签 TIFA， 吼、哦。但是条件就是讲美国的牛肉要进口，来当美国牛肉进口。然后，咱就进一步来谈这个提法的签订。啊，我看农委会官员甲马政府当然是真密切的做沟通嘛。我相信表面上是讲，哦，我嘛就需要甲你签提法呀。但是背后，咱看媒体，咱看电视内底的争论节目，对美国。有把这个十个 TPPB 哈、哦、的迄个瘦肉精的含量一直攻击，哈、哦，甚至讲啊，美国冇生产迄款呢无瘦肉精的牛肉，他也不爱出口对咱台湾人，咱台湾来，拢提供给欧洲，甲有瘦肉精的物件，才要甲咱讲要出口对台湾来。我嘛安尼甲伊讲，我讲就在前天晚上，哎、欸，就在前天晚上哈，都迄、那个第五十台迄个新闻追，十点到十二点迄个新闻追，内底都国民党立法委员讲，美国有40%或者是60%是不含有瘦肉精的，拢是咧销欧洲的，啊，其他有瘦肉精则要销对台湾来。我感觉这是市场决定的东西，吼、哦，咱台湾买单讲好，我嘛要进口你无瘦肉精的物件。其实是讲我要进口你有瘦肉精的物件，但是迄个瘦肉精的含量，吼、哦，我无希望讲是10个 PPB。你伫美国10个 PPB 你会当食，但我台湾我无接受，吼、哦，咱伫10-0中间来取得一个平衡点。来进一步来谈判，这个也可以啊。所以台湾目前重要是要定一个标准出来，定一个 inspection 的标准，对检验的标准，哦，这个物件出来，不是讲咱绝对的要求0% 的瘦肉精，或你若要要求0% 瘦肉精也可以。那么你就进口美国牛肉，但是拢个检查，然后瘦肉精拢个退行。我白进口，要像澳洲安尼，看咱有够用有够够无？啊，另外，这个开放不是真困难啊！你开放了不一定，不是用逼的啊！一边说我你开放了，我就逼你一定爱买我的物件，咱买当继续买 Australia 还是讲迄个纽西兰的迄款呢？牛肉，同款啊！
哦，所以这个物件内底啊，是足侪条件会当去讲的。哦，啊伊讲啊是安那，既然都安内心，那讲报纸一直顶讲，民进党的县市长换去发动这个养猪户吼，要来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啊国民党的媒体拢一直咧批评讲美国啊，什么强迫台湾去接受这个美国牛肉啊呢？我讲吼，这就是一个 political manipulation， 就政治操弄。哎，伊讲伊那就去做政治操弄，我讲你唔能想过天真哦。我中华民国已经甲中国签 FTA 啊，十年后我要签 FTA 啊，我都免理美国啊。伊讲讲啥？我讲你等于阁想看卖，你甲恁的 EIT 的代表过去讨论看卖。各位，你要想看，任何政策的问题，拢有意识形态的意涵。那你看不作，一定要安尼看。我顶个伫只报过啊。一个汇率要不要升值，就是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在1988年，咱台湾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的，咱台湾本土性金融风暴，十几间工业诶企业啊，拢支票不多，拢咧化赌。迄个时阵，台湾的经济已经足歹，咱的汇率伫倒位话者，伫32块。吼、哦，甲去年、去年的年头差不多，去年、去年的年头甲去年年底下32块差不多。咱本土牌车，我参我一个学生，一再伫报纸写文章，啊，记者访问是嘛，合约台币吼，都爱贬值甲36块、38块，或者是40块对一个美金。咱才有法度挽救1998年的本土性的金融风暴，吼、哦，就是讲迄个经济咧衰退真紧嘛，吼、哦，才有法度恢复咱的啥外销事业，会当趁钱，会当维持就业伫较一个悬的水准。迄阵是李登辉总统的时阵啊，但是咱的中央银行。不动如山啊！讲啥？讲实际的有效的汇率，就是实质有效汇率啊！一直咧往下面降，就是讲超过100%先，就代表伊爱贬值。哦，实质有效汇率指数，迄 index 啊，那超过100%先，就是一定爱贬值。那一直低于100，啊，佫一直降落，一直向下跌到从100到90、90到80、100到80、90、90到80的时阵，表示讲咱台湾的产品有足强劲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所以会当贬值拢无要紧，贬值拢袂影响到咱的企业。实际上，假使若生产一个产品，这个物件，若是科比金，你若是32块的时阵啊，哦，你。一元美金，就是讲你生产的成本是三十块啦。你若是卖出的是一元美金，你才收32块，都赚2块。啊，若是35块的时，你就赚5块；那40块的时，你赚10块。啊，若这个成本若是35块，你32块的时啊，我就了3块啊。哦，加上这三要赚2块，这个物件呐，35块，我出口的时一元美金，我就了3块啊。安尼意思，啊！那这个物件成本来40块，我出口的时摕32块，等于我来了8块，我都要关厂啊。是安尼啊？伫迄个时阵啊，已经有一股中国热伫迄个所在。然后我感觉讲，暗中有一只手，是毋是市场，毋是市场决定的手，是一个。政府的一只手伸入去这个决策里底，不准伊贬值，未使贬值。因为你若贬值的时候，我大商要去投资，要去中国投资的时候，假使讲我要汇100万美金去投资的时候，若是32块，我才用3200台币去买尔尔。
那好，你变成个440,000，我都要用40,000,000的代表去买1,000,000美金呢，都加了800,000了呢。这股力量底下组织与变大，所以我迄当阵伫1998年，我就甲李总统写一个万言书，一个落后国家，那是要高估伊的汇率的时，一定无可能促进伊的出口、甲就业。伊的国民所得的成长率，还讲 GDP 的成长率，都会降低，都会影响到咱人民的生活。好，这是真重要一个原则。但是咱为台湾的立场来讲话的人啊，这个观点甲这个主张，无可能被接受。另外就是讲中国派。也有台湾人哦，台湾的学者是挖中国派，伊嘛去看这个十字学校会，你讲啊，都唔免变大啦，都爱升大啦，30块要升悬啦，爱变30-30块啊，安尼方便啥物？方便台商，甲伊个工厂卖掉，确定卖掉，然后假使若卖300,000，伊就当卖到100,000美金去中国投资啊嘛。啊，我若变大概4,000的40的时，伊就爱300,000无够，爱去借1,000,000，才会当去买100,000美金，换100,000美金去中国投资嘛。所以借借人当然是无愿意啊。啊，中国的学者就比较上意识形态上，就敢讲汇率是袂使变大，一定爱升大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无同款的方向，甲无同款的主张。所以讲，徛伫政策研究的角度，我看足济讲，因为政策的看法无同款，后面代表是一个，那呢，不但是意识形态，嘛是为着啥物？某一挂人，某一挂团体的设想。咱所想的是讲，咱本土台湾的基层的劳工甲农民的生计。但另外一派人，伊所想的是讲。这财团甲企业家，因要来赚大钱的。另外就是讲，伊要将这钱较容易搬去中国，去为中国经济发展来做努力的。这款的中国意识，甲台湾意识是真大的差别啦。咱是感觉足难过，还是讲真无能为力、无奈的所在？就是讲，即使总统咱的人咧做。你认为敢无是我跟随甲即种阵42档的老师？伊就是看来我的文章，伊足赞成啊。但是伊用的萧万长行政院长都唔敢用啊，无咋去实现啊。当然有一个插曲，蒋孝严、张孝严伊写的回忆录内底有讲了这段讲，萧万长去甲伊哭诉。我是李总统对于所作所为有真不满的所在，但是你认为就是对萧万长真不满的所在，嘛无法度影响伊的决策。所以迄当阵，我看伊报纸咧写这段的时，我甲萧万长还是甲蒋孝严写写一张批。我讲你所讲的迄当阵，伫1988年12月底个。1999年1月7日，萧万长、萧院长去甲你哭诉迄件迄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万年书入去甲李总统所送所送的信啊。伊甲李总统甲萧万长伫意见上有无共的所在，发生一挂无爽快的一挂对谈安尼。所以各位可能较单纯，毋是咧做政策研究甲分析，较无法度看到遮问题。但是我讲遮意思是讲，各位将来拢有可能担任咱高级的参议员，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咱若是地方做了真优秀的，将来有可能起来中央；啊，若是中央做了真优秀，嘛可能来做咱内阁的这个内阁的大臣。
因为是来过者，将来来过，真是拢对议员出来，所以议员这个职务啊，是一个历练的工作。那因为每一个人对这国家重大政策的决定，拢爱进行研究，真正知识上的问题，吼、哦，特别这经济甲政治是不分家的，政治的决策会影响到经济这个行动。经济的决策嘛，影响到这个政治的这个态度，所以整个来讲啊，咱这物件各位拢爱用心来做研究。咱这三天，咱这三天当然啦，甲行政高级行政班有一点不共款。我伫高级行政班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台湾的政治经济问题，这里提出现出是较重要一寡台湾政治经济问题。我有文章放在张扬生涯，各位若有需要，都可以解套，吼、哦，把恁的那个电子信箱留起来，啊，然后咱伫这个课程结束以后，也将我的文章送给大家。啊，所以吼、哦，首先啊，咱希望讲每一个人回去的时阵，不是讲伫这三天练习，吼、哦，回去的时阵尽量找机会阅读吼、哦。去阅读者相关的文章，不管是环保、国防、科技、外交问题，吼、哦、啊，这个企业管理，还是讲银行、哦金融各方面，哦甚至火政、地震，这种真重要的问题，咱发现讲，咱民政府啊，真需要各种各方面的工作的人才，但是大部分吼、哦。拢那像读一般科啊，所以对遮个涉猎拢较无够，所以咱希望讲除了讲即摆高级班以后啊，咱应该爱成立一个行政大学，吼、哦，咱迄、那个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迄个季教授有建议讲，咱应该办一个行政大学啊，用一学期一学期的即个时间呐、啊，有较长期的时间。去课程吼，拢爱有一学期、一学期的时间，甲一寡吼较基本的理论、甲实务的，会当放做伙的这物件，互大家来进修。安尼时阵吼，才有可能有规体一体的物件，甚至理论上一定要来接受这個理论的洗礼。当然啦、啊，我若咧开这个课，来开一个理论的洗礼课程的时呐，一定是。由浅而深啊，用个真生活化的这个观念来讲这个课程。吼、哦，咱希望讲每一个人伫这个阶段，一定要充分了解咱所徛的咱民政府这个两个肩胛头所担的担头是非常的重大。因为台湾历经沧桑四百年来，无家己政府，无家己国家，好不容易咱即摆联合法理论述。把我们引出一条健康正确的道路，我们遵循这条道路来个认真，就有可能让我们台湾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变成自治可以建构的国家。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打拼，认真努力来把这件事做成功，会成功不成功完全决定在我们的手中，跟我们的决心。所以啊，咱伫遮一再勉励大家一起来，大家共同努力。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站立。歇睏十分钟。